兄弟们，已经给阿边打电话，已经搞定了啊！明天星三直接去，给你们看一下到底停什么车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牧童竟然又要提车！兄弟们，我才健完身回来，我先想起了一件事情啊！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？兄弟们，看这是什么？马上到结婚纪念日了呀！现在给你们看现在多少号？已经6月24号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想一下，兄弟们，今天见了生回来，还是没有想到买什么。今天多少号了？看一下，兄弟们，已经25号了。不行，我洗个澡，我等会儿叫他跟我一起去公司，我问他想要什么。Later， 老马，你看今天多少号？怎么啦？28号是咱们结婚纪念日哎。有没有想去哪里玩，或者想要什么？不想要什么。咱们出去玩吧。去哪里？是坐高铁还是坐飞机啊？我想我们一家人开车出去。开车出去？那我们车也坐不下哎，就只能坐两个、三个。Oh, no. 没事，我去借一台。好，你回家。兄弟们，今天已经26号了，距离结婚纪念日还有最后2天。昨天我问老马了，他说他想去自驾游，那我不可能真的去租一辆吧，要不然我去买一辆，刚好我在这里打拳啊，这边有两个粉丝，我去问一下这两个粉丝该怎么办。你俩是粉丝是吧？你说老马让我去自驾游，我是租车还是买车？我觉得吧，租车更好一点。租车？对，那万一人家让我还怎么办？要不我去买一辆，你觉得行不行？可以，去可以买，可以。好，兄弟们，既然粉丝都说买车，那我必须去买一辆车，好吧？兄弟们，粉丝既然都说买车，那我现在直接给销售打电话，我问一下有没有现车。好的，好的，那我28号当天到，可以吧 ？OK， 行，好，没问题。兄弟们，我通完电话，我在手机上已经把这个订单全部下好了，然后就等待提车，6月28号下午4点钟。兄弟们，看好，告诉他会是什么表情。离结婚纪念日还剩1天，准备带上老马去长沙玩了。还有多久好？马上。你说前三个马上的时候是4点钟，现在已经6点。走吧。现在去长沙的路上，今天先带你去长沙吃，好，明天带你去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，好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兄弟们，长沙的马路就随便走，知道吧？马路都是我们的，走就完事了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我这都要亮了，要亮了，要亮。到了第二天，今天就是我和老马的结婚纪念日了。兄弟们起床了，现在我带老马去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，可以吧，老马？好，期待吗？到啊，快到了，什么都没有，这么荒凉。你到了就知道了。对，我来这里干嘛？你不是说要去自驾游吗？我带你来看个车呗。看啊，那不可能，我们去自驾游，到时候真去租一辆车吧。哦，老马，你看这里这么多特斯拉，有喜欢的那种吗？哎，那个车，那怎么飞起来了？那个车，你走前面看看。这个很帅。这个飞起来的很帅，你觉得这个很好看吗？OK 呀、牧童说先去上个厕所。哎，马老师，童哥叫你过去一趟。这个车是我买给你的，是吧？真的，这是结婚纪念日。相当于是送你的礼物，好吧？这礼物喜不喜欢？快去看吧，快去看一下。怎么样？可以吗？可以。你知道我准备这个准备了多少天了不？我准备了很久了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这车喜不喜欢？喜欢。老公，你怎么对我那么好？你是我这一生都要用爱去对待的女人。你也从不后悔，哪怕剩下背影要在我身旁安家。